懵了，他们。这一把输的是真难受，今天的手败，魔怔了的他们。哎，OK，我们这把对面是什么阵容？盲僧啊，打盲僧用这套符文，变形加恶意重伤，变形加恶意重伤，用黑暗收割加恶意重伤吧，黑暗收割吧，来个致命一击，还欢心，因为这把的话，用电刑打这个盲僧还行，打鲁西安和这个晋呢，还得是用黑暗收割去干他俩。咱们来最后三分钟的抽奖吧，来最后三分钟的抽奖，还是厨娘啊，还是厨娘，然后爆出这个，我给大家来一个300吧，最后三分钟300，一分钟100块钱相当于，等会儿我修改一下，三分钟，可能现在没有三分钟，可能就两分钟了，两分钟吧，两分钟吧，300鱼翅，然后送厨娘就可以参与抽奖了，然后你如果送厨娘开出了，海鲜大餐还会再奖励你一个1200块钱，如果你开出了一个爱心寿司，还会奖励你每一个爱心寿司都是奖励你50块钱啊，直接加左上角客服就可以领了。咱们两分钟，两分就两就两分钟，就玩两分钟，就玩到12点，好吧？哎，有小厨娘就送就行了。
包送包赚。如果说你没有中爱情寿司或海鲜大餐，你还能中一个300，还有一个300。当然，如果你运气好的话，你可能一起中，全都拿下，就2分钟时间，120秒啊，就拼手速了。就到12点。如果兜里头就是背包里没有鱼翅的，就别充了，可能来不及了。有鱼翅的就送吧，没有鱼翅的别充了，这不一定来得及了，兄弟们。就2分钟，还有最后的60秒了，就剩60秒了。现在只有10个人参与啊，就10个人，我就看谁中了，这就拼手速了。恭喜翔哥开出了一个爱心寿司，恭喜你啊！首先你获得了一个50元的一个奖励，加左上角客服就可以领了。恭喜梵高开出一个寿司啊！梵高也中了一个50，还有300。恭喜 Clay 也开出一个寿司，恭喜9月24中奖了。那9月24的话是获得了一个300的奖励啊，这一会儿扔了500块钱，不是，我感觉我脑子有点问题。我这一会儿是绝对赔钱，4个寿司加上324，正好500块钱啊！恭喜你们，2分钟扔500，就这么酷，就这么少爷。这个也来了。完了，还没抢到这个鸡，擦，真气人，剩一滴血，没抢到，我闪现 Q 整，我今天回头收这个吧，我升个3级也不亏，对不对？而且咱升3级秒升1的话还可以回来，真气呀！说实话，他们这个区这个黄金分段玩的不错，你看这个潘森啊，很果断，直接就闪现E我，一点不拖泥带水，直接就闪现 W 我，闪现定我，咱们打这个区认真一点。这个是电信四区班的耳城，打的确实不错啊，包括上一把对面那几个人打的也很好。我们先升个3级，没闪没引燃。他们不会知道是被什么。爹能来吗？我先往回拉一下，这没啥了，不应该吗？惩戒回血了，咱家辅助能来吗？咱家辅助能来杀这个吗？啊，这支援，就让我感觉像他们打韩服似的呢。稳健呀，这帮人。又来我野区，我操，这潘森这么给我这么多压力，这潘森持续给我压力，这把压力挺大，你别让我站起来，你可别让我起来，我起来我真干你，你别让我起来啊，上面那河蟹打不了了，那盲僧一会儿出门直接来上，我受不了那个河蟹，跟他拼不了，他回家直接买俩长剑，你别让我起来，这潘森一会儿我治他一手啊，这把认真一点，这把不开启王者模式我感觉是很难赢的，但是我现在呀，这装备也太烂了，打了半天攒了500块钱回家，
这时候还得是买一个这个宽刃刀，不买这个宽刃的话，刷也都刷不动。抽根烟来，抽根烟开启王者模式了啊，先关下摄像头，开启王者模式。我将划过他们的头顶。这太欺负人了，这盲僧啊！这盲僧也蹬鼻子上脸了吧？是不是蹬鼻子上脸了？对面这几个人啊，这干嘛呀？我感觉他们有点蹬鼻子上脸，有点就是强行搞我野区的意思，就一定要搞爆我。没事没事没事，等个 F6。 盲僧还要来，还要来，还要来搞我野区，还要来吗？这帮人真是蹬鼻子上脸，给他们脸了，买针眼啊！准备收割，还来，他俩还来，还来我野区。去吧，给他，给他上半野区，这没办法啊，咱家杰现在支援不了我，给他吧，我去他野区。对面俩，这俩中野就是要搞爆我的啊，这来教育我的。要不咱们抓波下也行，我现在五级，等级不是很高，但是三打二抓下有机会。又来了，杀掉火男，再吃一个蛤蟆，这蛤蟆升六级了，这边下路建议撤一撤，因为对面这个中野又来了。我们先升个六，就是潘森应该也会大过来。开张了，开张了，你别让我站起来，盲僧啊！你现在，我跟你说，这波打完，盲僧没了。咱俩都六级，我42刀，你45刀，谁怕你？啊，你装！我现在你等我回玩家的啊！这家你这么欺负我，头上来了！这是给我野区当，把我野区当你自己家了，哪受过这种屈辱啊！
这波头肯定要 K， 兄弟们，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一句话，所有有钱人的第一桶金都是肮脏的，我们这个头肯定要 K 的啊，现在不 K 头这局游戏不知道下一个头什么时候才能拿到了，回家没装备出来依然是被吊打，依然是被欺负。啊，毙了！你看这波有了战士刀，我出来以后我就可以带领团队走向胜利了。虽然第一个头比较肮脏，但是游戏能赢，游戏我能拿下。他们针对不了我了，真的，一会儿他俩一起来，我他妈一打二，我干你俩！打完蛤蟆升个七级，好，这盲僧现在开始，他知道游戏不好赢了，他知道我拿人头了，跳下去了，没拦住，有没有机会？等 A 技能，小龙，咱们控个小龙。盲僧节奏不错，就上路拆了个二塔，但是没办法，我们家上单玩的是个维恩啊，阵容也不好，我们家这把属于是半菜刀队。但是对面这个上单也是个鲁西安，啊，对面的上单也是一个 AD， 他们阵容也不好，看我们两边阵容还真差不多，半斤对八两。我们这阵容特别像，都是辅助，是那种 AP 有 AOE， 然后 ADC 中单两个 AD 玩意儿打野啊，这把阵容相当一样，这把是一个镜像，属于是一个镜像模式。两边阵容可以说是一模一样，一面镜子。但是这盲僧没了，这盲僧加潘森他俩现在加一块三个人头，我四个人头，我现在的装备非常好，来跟他干，来，他欺负你我帮你干他，妈的，欺负到咱头上来了。慢慢来啊，我们家现在这个劣势还是挺大的，落后了三个人头，两个防御塔，关键是他们吃的这个两个防御塔吧，还是塔皮，相当于是落后了三个防御塔，他们有塔皮都吃到了，又开始中路抱团推进了。哎，对面这个打法像他妈小代练的打法啊，他们这节奏好快啊，直接中路抱团推进，直接抱团推进，一点不拖泥带水，野怪也不吃，就推，就中推你。他们是真的想赢这一把，就是一点不想浪的那一种。
一点不想操作，就是奔着赢去的，有点是类似于高分段的打法。因为低分段吧，你越往低分段走吧，他越是什么，他也不是说不想赢，也想赢，但是他们一般喜欢什么，能推塔我也不推，我非得杀他个一百个人不再推，实在是人没有人杀了我再推他。但是往高分段走，你到王者分段了的话，他们要的是分儿，我不想杀人，我宁可这把我是0-0，我把游戏赢了，我把分拿到手了，我上分了就高兴。每个分段玩家的需求不一样，他们现在的需求就跟那个不像是这个分段的需求，就真的一点不对人没有兴趣，不想杀人。就抱团推进，五仙好肥呀，打这个是最好。不吃点野怪啥的，兄弟们，那好歹吃点野怪吧。有大吗？哎，你这一推他也走，去小龙吧。这边对面着急了，越塔了。来，小龙来，快来快来！我这血量盲僧，我打不过他。我们先打个蓝回点血。被抢真难受，哎，龙被抢了，来个默认先，我们这把买布甲鞋，再等一把长剑吧。这鲁西安的话，一会儿我再和杰一起秒。爆的太死了，没有孤立的机会，我想去跟那鲁西安单挑一手吧，就秒他一手，真是秒不了，一点单挑的机会都没有。再升个十一级吧，像对面这种抱团的话，升十一级就好了，慢慢来。他们这抱团爆的太死了，一点资源也不要，就是爆，就是往死了爆。能秒吗？可以。完了，我这上头了呀！坏了，我家队友把鲁西安杀了，我上头了。
我上这个盲僧单挑去了。打大龙了，这帮人主线应该是有 TP， 直接踢过来打大龙了，兄弟们速度有点快。哎，这波是机会，这边对面血量都不多，这一 W 群体减速一下，往回拉，开始往前走 Q 一下。这帮这帮逼，真你妈气人的，他们！他们见到你就闪现。大龙拿了，哎呀，是更难打了这一把。没有大龙吧，他们还推不上来，也就是推到高地。有了大龙，他们就可以一波我们了。对面这把打的。他们这种打法太针对螳螂了，这种打法就是快刀斩乱麻，不给螳螂这个稳定发育的机会。抱团没有孤立无援，你想去切 ADC 切不了，不好使，不让你切。这好不容易有个落单，再让一条吧。他们失误了，盲僧被秒了，盲僧被秒，咱们这边从屁股切进来，鲁西安还被我家辅助给大到了。这波他们家瞎子带了一波大节奏，瞎子一上，他家队友只能跟。一根我家辅助大三个，这塔不推了，推不了，塔不推了，不推那个。我感觉这班德尔城这区真是这一把让我刮目相看。我们家队友也挺猛的，其实我们家队友啊，我觉得操作倒是次要的，操作并不是说。
被秒了，没办法啊，这波咱们装备没有他好，他比咱们多一个啥，多个枪马特加死神宣告啊。我们攒了3000块钱没回家，还是有点装啊，这一波不会被他妈一波了吧？20多秒，别被一波了，不要外塔，要门牙，别一波了呀！别！能守住门牙吗？10秒，我马上复活。完了，我这波带了波，我又带了波大节奏，我活了，门牙守住。有 AOE 伤害吗？女长一下漂亮，这个鲁仙减速到了，女警大招漂亮，我家队友也猛的一匹，我跟你们说，你知道我觉得他们最猛的地方在哪儿吗？就是我们家这么大逆风哈，没有人点投降，从头到尾没有人点过投降，这一点真是让我刮目相看。一般来说这种角儿咔咔就点了，对吧？打不了了，赢不了了，怎么怎么样的？我家从头到尾，队友没有人在说话，没人沟通，就都在奔着赢去，也没有人点投降，都相信着这一把有机会能赢。这一点，我觉得不像是一个黄金二这个分段所展现出来的一个内容。好像就要被一波了，27秒，来不及了，时间。来不及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